大家好，今天这盘棋是1950年由日本朝日新闻举办的第七期职业十强赛当中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吴清源和桥本昌二。在当时，日本有一本围棋的书刊叫做《观瞻记》，在这本书当中用了8个字来评价吴清源这盘棋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吴清源执黑先行，白棋桥本昌二，双方开局都守了一个无忧角，黑棋挂角，白棋拖，黑棋顶住，这也是吴清源非常喜爱的下法。黑棋搬的时候，桥本昌二走了最简明的单单，避开了复杂的雪崩定式。黑棋单长，白棋先二路搬，黑棋一跳，下招棋的桥本昌二从这个地方啊跳了出来，看上去白棋也可以脱先抢占右边这个大场。之所以桥本昌二从这个地方跳起来，一是加强角上的时空，第二呢威胁这个挖断，将来白棋在这个地方一挖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干住，黑棋连接的时候，白棋可以从这个地方断掉黑棋，黑棋干住，白棋把这个子长出去。那么这个作战白棋还是比较充分，所以说当白棋跳起来的时候，吴清源呢一飞也是间接的补强这个挖断。白棋挂角，黑棋小飞，白棋拆边，黑棋逼住，下招棋的白棋跳了起来，这也是人类常用的加强棋形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呢，电脑 AI 认为这种补强方式啊有点虚，电脑 AI 认为白棋应该是靠，这是紧凑的下法，如果黑棋只是退的话，白棋一搬，那么这种下法白棋补起来失控比较大，如果黑棋从二路搬的话，白棋就顶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搬，黑棋粘住，那么白棋在这一带可以简单的加强一下，然后呢脱先抢占下方的大场，这是电脑 AI 的思路。实战桥本昌二单跳了一个，黑棋拆边，白棋从这个地方镇住黑棋。那么下一招棋吴清源走的有点出乎意料，直接小尖了一个，白棋粘住的时候，黑棋呢再单跳回来。那么黑棋这个小尖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褒贬不一，很多的棋手认为黑棋这个地方只是单跳回来，但是呢黑棋走这个小尖也是吴清源对这一带白棋棋形的理解。不久将来在这一带发生了战斗，那么在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，黑棋这个小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下招棋白棋一飞，加强这一带的白棋的棋形的同时，还要压缩黑棋上方的时空，当然这时候黑棋就不肯简单的爬回去，吴清源选择冲断作战的下法。白棋跳下去，黑棋一飞，进攻这两个白棋间接的声援一下上方的黑棋，白棋拖住，下一招棋吴清源就从这个地方冲断了白棋，双方啊开局不久在这一带就展开了战斗。下招棋白棋开始整形，选择先整点上方3个白棋，同时拖了一个，这招棋啊稍微有点缓。在这一带双方有一个棋形的要点，就是这个小尖，有了这一招小尖以后，右边的白棋变得非常的厚，脚上的黑棋呢还需要补棋，大致还要从这里尖顶，白棋呢再把这个头藏起来，黑棋需要跳向中央，白棋这个时候再跟着跳出去。那么这种下法白棋比实战要好，更加生动一些。实战白棋选择这个拖，黑棋一冲，白棋粘住，下一步黑棋抢占这个要点，这个地方白棋还要挡下去，
黑棋在这个地方冲断了白棋，角上黑棋也比较厚实，那么这四个白棋变得有点单薄。下周棋桥本昌呢也是想以攻为守，大跳了一个，威胁中腹的黑棋，加强了外围的白棋。吴清源跳出去，白棋直接就从这个地方冲断黑棋。如果这时候黑棋从这里切断白棋的话，白棋这里有一个断，黑棋打吃，白棋退出去，下周棋呢黑棋只有这个方向打吃白棋。当然白棋不能逃，但是呢白棋这里有一个反打黑棋的下法，黑棋踢掉，白棋踢掉这个黑棋，白棋踢了一朵花，右边的白棋马上变厚，中央的黑棋还不活，这是白棋非常有利的一个局面。那么实战吴清源呢并没有在这一带马上冲断白棋，先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在这一带做了交换，然后呢黑棋再从这里冲断白棋，白棋一断，黑棋打吃，白棋一长，黑棋再还原刚才那个变化，当白棋再来反打的时候，黑棋踢掉，白棋虽然还是能够踢掉这个黑棋，但是呢有了这一招棋的接应，黑棋获得了这个打吃。现在白棋找不到劫材，这个劫呢对于白棋来讲也非常的重，白棋也只有粘住。那么黑棋呢通过这一招打吃获得一个宝贵的先手，触动了上方这个子，白棋搬，黑棋断，这也是行棋的步调，通过进攻这两个白棋把中央的黑棋先出头，白棋拐的时候黑棋打出去，黑棋再打，这时候白棋不肯长，这个地方还留一个反打，白棋踢掉，黑棋再打吃，白棋粘住，然后呢黑棋侯下去威胁上方的白棋，白棋一飞，黑棋一跳，下步要和上方的黑棋取得联络，白棋呢挡住，黑棋先拐了一个，白棋挡住的时候黑棋把白棋给打住，下周棋黑棋一搬，先控制这五个白棋，当然这五个白棋还没有死，在这个地方白棋还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搬下去，黑棋粘住，如果白棋连接的话在上方形成一个打结，黑棋夹住，白棋一挖，黑棋打吃，白棋从这个地方和黑棋展开打结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白棋还有第二种选择，不是单单，而是先冲一个，黑棋粘住，白棋二路爬，黑棋断掉白棋，白棋呢从外围收起，双方啊在这一带还能够形成一个双活。所以说当实战黑棋搬的时候，白棋在这一带保留了这两个选择，先挖了一个，先在这一带定型，黑棋一冲，白棋打吃，黑棋踢掉，白棋再打吃，这个地方黑棋存在劫不归，黑棋呢粘住，下周棋白棋从这里断掉黑棋，黑棋粘住，下周棋的白棋打吃这个黑棋，白棋在这一带的作战意图就是要把这一带的白棋先走后，准备下一步攻击左上角的黑棋。那么这时候吴清源从这里顶了一个，先牢牢的吃住上方的白棋，获得了大量的时空。这时候电脑也推荐黑棋还是应该选择这个打吃，白棋粘住的时候黑棋从这里贴住，加强黑棋的中央。实战黑棋选择最实惠的下法，吃住上方的白棋，白棋把这个头先挺起来，下面黑棋需要处理这一带的棋子，黑棋呢先虎一个，白棋一刺，黑棋粘住，白棋立下去，切断黑棋上方的联络，下周棋的黑棋一跳，补一补黑棋这一带的断点，
那么下步呢，白棋跳了一个，想从外围封锁上方的黑棋，但是呢，这一招棋是一步问题手，这时白棋还是应该挡住，不让黑棋在这一带作业。实战白棋选择从外围封锁黑棋，黑棋靠下去，白棋先冲了一个，黑棋挡住，白棋一立，下招棋的黑棋从这贴了一个，白棋踢掉。黑棋从这里断掉这个白棋，上方的黑棋居然活棋。那么黑棋活棋以后，中央的白棋还没有安定。既然上方的黑棋活棋以后，桥本昌二也意识到现在失控对自己不利，于是呢，并没有在上方补棋，抢了一步失控，逼住下方的黑棋。这时候电脑也认为白棋还是应该飞在这儿，扩张左边这个失控，同时呢，加强上方的白棋。实战，桥本昌二逼在这儿，黑棋飞出去，继续威胁中央的白棋。白棋大飞，黑棋还要小尖，将来呢要冲击白棋这一带联络人一些缺陷。白棋先提掉，从这一带先收紧黑棋的气，然后呢再一搬，紧住这一带黑棋的气。那么下一招棋呢，吴清源在这一带走得非常稳健，小飞了一个。先把下方走后，慢慢再进攻中央的白棋。那么这时候桥本昌二呢，也选择了捞取时空的下法，先冲了一个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再打吃，这两招棋啊实力非常大。这时候黑棋并没有马上在上面粘，虎了一个，继续进攻中央的白棋，让白棋腾不出手来，踢掉这个黑棋。那么黑棋这个虎也是一个要点。因为在这一带，将来啊，白棋还有飞的下法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往下一立，中央的黑棋将遭到封锁，而且呢，这一带白棋的棋形啊加厚。实战黑棋虎了一个，下招棋呢，白棋一飞，紧接着黑棋呢从这里靠压白棋，也是想破坏啊白棋这一带的眼位，但是呢，这一招棋是吴清源比较后悔的一招棋。这时候他认为这招棋有点操之过急。应该是先在这一带骚扰左下角的白棋，如果白棋小尖，黑棋就靠下去，白棋搬的话，黑棋二路扭断，这也是经典的定型方式。白棋打吃，黑棋呢就反打，那么黑棋通过这一带的定型，把外围给走后，然后呢再进攻中央的白棋。实战黑棋直接靠压白棋，白棋一退，这个时候黑棋就不肯粘住，被白棋扳住的时候，那么外围的白棋变厚，黑棋这个时候也不敢在这一带继续骚扰白棋。所以说实战的吴清源啊没有选择粘住，靠了一个，在这一带继续寻找进攻中央白棋的头绪。白棋为了不给黑棋任何的借用，选择了单长，黑棋先搬，白棋扳住。黑棋从上方压住白棋，白棋一顶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打吃黑棋。有了这两招黑棋的接应，这时候黑棋从这里粘上，白棋搬了一个，黑棋从这一点威胁这个断顶。如果白棋挡住的话，黑棋一退，白棋还有粘，这一带白棋的棋形比较重。白棋实战选择挡下去，黑棋退回来，白棋还是不肯从这里保持联络，刺了一个，封锁中央的黑棋。黑棋先冲，白棋往上一长，黑棋呢断掉了两个白棋。这两个白棋死掉的话，这一带目数比较大，白棋飞下去，边扩张了脚上的时空。但是呢，这一招棋电脑 AI 认为应该是跳在这儿。下步要从这里搬上去，吃住这三个黑棋。白棋飞住以后，下招棋黑棋单粘，白棋连接。看上去黑棋这个通过这个打吃可以切断白棋，但是呢，白棋这个连接是先手，这些黑棋只有两股气，所以说黑棋先从这个地方先收气，白棋也只有先团一个。
那么双方在中央的战斗先告一段落，吴清源呢获得一个先手，继续加强下方的时控。走到这里以后，黑棋在时控上已经啊保持着领先，而且呢黑棋全盘非常的厚实。当然桥本昌二也不会啊束手就擒，下一步呢白棋就开始对黑棋展开了反击，先顶了一个，黑棋往上一长，白棋大跳补一补，将来这个地方的冲断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冲，黑棋虎住，白棋一刺，黑棋粘住，下周棋呢白棋从这一跳威胁黑棋的断点。那么这时候黑棋如果想简明的下法的话，可以先冲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就这样单关连接，黑棋的局面还是不错。但是呢吴清源不想啊这样简单的收兵，而是呢走得非常的狠，从这里虎了一个，下边还要威胁断掉这两个白棋，白棋添下去，黑棋呢还要把这个子粘住，白棋一虎，黑棋立下去。那么形成这个结果以后，感觉不如刚才简单的收兵更简明，毕竟呢这个时候黑棋落一个后手。下周棋呢白棋继续飞扩张了左边这个时候。如果黑棋这时候还有收兵的机会，从这等下去，白棋切断，黑棋先搬一个，白棋挡住，然后呢黑棋在右上角补住，黑棋的局面还是非常的不错。那么实战对待白棋这个飞，吴清源下的非常强硬，从这团了一个，就是不让你从这个地方顶住黑棋，普通白棋退回去。那么退回去以后，这盘棋白棋看不到希望，于是呢桥本昌二在左边啊下出了胜负手，从这里贴住黑棋，要威胁将来冲断黑棋。如果黑棋在这一带补的话，白棋还有威胁这个断点。那么这时候的吴清源两个断点都没有补，从这里挤了进来，白棋把这个地方粘住，下边要对这两个断点发起冲击。那么这时候吴清源从这里断掉了白棋，白棋打吃，黑棋从这个地方反打白棋，白棋踢掉，然后呢黑棋从这个地方打吃白棋，双方啊在这一带形成一个打劫。这时候白棋不肯踢掉这个黑棋，被黑棋从这里打吃的时候，这一带的白棋的打劫变得非常的重。实际上呢白棋没有提到这个子，选择立下去，黑棋呢提掉这个白棋，白棋需要找劫，但是呢全盘黑棋非常的厚实，白棋只有从脚上来找劫。这时候黑棋消解，牢牢的吃住这些白棋，黑棋的优势进一步扩大。白棋开始在脚上动手，搬了一个，黑棋虎住，白棋打吃，黑棋粘住，然后呢白棋一连接，黑棋立下去，白棋一拐，黑棋挡住，白棋一断。那么在这一带白棋处理的还是非常的不错，白棋一长，黑棋二路一爬，下周棋呢白棋从这里贴出去，黑棋扳住，白棋一断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反打，黑棋踢掉，白棋呢再打吃。这时候黑棋没有接住，黑棋呢先打吃这个白棋，先把右边的黑棋先做活，白棋踢掉这个黑棋，黑棋呢立下去，白棋呢踢掉这个黑棋。那么白棋通过这个打劫在脚上啊有所收获，但是呢落了一个后手，被吴清源从这里冲了下去。那么这个地方白棋没有办法挡，白棋先打吃这两个黑棋，黑棋反打，白棋踢掉，下招棋呢黑棋从这里兵。那么黑棋兵到这里以后，又把这四个白棋给吃住。当黑棋兵到这里的时候，白棋这盘棋已经啊失去了机会。最终的这盘棋吴清源中盘战胜了桥本昌二。